来，请下车。我想去看看那个灵魂车，看看会不会对我姐造成一定的威胁。哇，这边这么多樱桃，还有橘子。我们到了吗？还有小草莓。大哥，我们到了个菜场没有？已经是到菜场了，因为周围已经开始有菜了，有肉了。到了。到了。我把这个停在路边。好的。好长时间没有到菜场了，赶紧去转转去。要得。有认识我的哦。好。认识你的。还有你粉丝吗？粉丝。真的假的？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？你粉丝？你也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是我们一起买菜能认出来的。要得吗？来，请下车。我想去看看那个灵魂车，看看会不会对我姐造成一定的威胁。你下车。前面在卖什么？小龙虾吗，大哥？啊？我们进去买吧，进去选择选择性多一点，里面多一点，是吧？走，财务们进入市场。干啥子呀？哇，我太喜欢吃核桃了。不是要买那小龙虾的吗？小龙虾不好吗？还有甜点吗？你给我便宜点，我都要了。哈哈哈！你买那么多干啥？买够了，就这些吧。师傅买给他，师傅嘛。要20块钱，要20块钱，够了。啊？你有兄弟也好用，20已经够了。他说十，我跟他说15。15啊？他说16。你说20？我说哈哈！我都听你，这认真的吗？我姐夫说15，你说20，人家说16，你说20。语言不通真难呀。你师傅谁能买给他吗？没买给他。你谁能买给他一下给你弄了。多少钱啊？30块钱。使劲倒。快快快快快，我看见小龙虾了。30。给这里。买买虾了吗？是这个吗，龙哥？这小了。这小了，有没有大的？啊，这里有大的。这是青虾哦。好像是师傅，好像是师傅啊。这大吗？有没有更大的？可以。这个只有90大了。哦，现在只有这么大的。有没有看一下？啊，就这里。就这一家吗？那边还有。去看一下有没有更大的。那看吧，我这来。嘿嘿。捡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菜场了，来做买了个小龙虾，回家做麻辣小龙虾。我的天，我在这里居然看到鲫鱼了。想吃鲫鱼吗？嗯。鱼刚吃的鱼，懒得做这个。黄鳝，这个够不够大？这也不大呀。哇，这一条起码半斤多。他不会是在卖青蛙吧？这是养殖的。这龙虾更小，这个。这龙虾都这么大点。啊？你是谁？都不大耶。哎，想吃这个吗？想吃啊。想吃。这贵不贵？这里不知道，贵就不要了。多少钱一斤啊？15。15，比我们那贵一半。不要，要不要？不要，就我们那7-8块钱，7块吧，好像。7块，这个最贵的8块。不要吗？不要。里面吃的肉都疼。我看了一下这个虾，那家虾还可以。对对对对，我看了一圈，还是那家最大。回去吧，就买那个那一家的吧。青虾有肉啊。青虾有肉。嗯。就他家那个虾，走。红虾壳没肉。没硬。买个5斤怎么样？5斤够不够？够了。
要么八斤。啊？买个八斤吧，要吧？买个八斤。就是。哎，你给他包圆了吗？买个包圆不用，买个八斤吧。买个200块钱的行不行？可以吗？菲菲喜欢吃，大姐喜欢吃，二姐喜欢吃，阿姨肯定也喜欢吃。阿姨还不吃，哈哈，我也喜欢吃，我喜欢吃，但也不喜欢扒。我吃够了，我不爱吃了。来吧。早几年的吃够了。太多了不好做呀。他家有粉丝吗？有。啊？这种有。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吗？红薯粉的，这个是粉的。买这个干啥？我想弄个红薯粉吃一下，就确定有吗？一模一样的。想弄个麻辣的吗？酸辣的。酸辣粉是吧？啊，可以吗？老板，我们要回来了，就李家的最大。弄200块钱的。把死的拎出来，里面好多死的。没得，你抽一下嘛。可以哥，我都看到了。啊，慢抽嘛。都翻肚子了，你看他们也有，他们也有。你还可以。这个死了，这个。你有没有？死了。我基本杀得很厉害。他们也有，你看哈。你要剥药很紧的，你。多少钱一斤？25。25，20好不好？买不到。那个小妖女们，你便宜点。讨价还价的时刻到了，这个环节到了，上吧。我们买东西还一点，感觉你心里痛快点。你给他刷点嘛。少点嘛，亮亮。那是你要还是多个红？你要不这边都是大小，都是大小。这两斤不？这人家的是吧？嗯。他没懂，这两斤不？他不了，还有1两，够吗？2两，那180了嘛？8斤了嘛？8斤了嘛？快200块钱，两百块钱够了嘛？呀，两百块钱。龙哥，家里的锅够不够大？就让我刷哦，家里的锅啊？啊，要炒几锅？要炒几锅？快丢里面！哦，你下不了。哦，我不怕。哦，吓镜头里面的人哦。你们吓到没有啊？我夹你们，夹你们！看他那个大夹子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个谁没看过？哪了？这个全是吗？这是锤子，要帮我们洗一下是吧？嗯，要刷子刷一下。要牙刷刷刷吗？不要刷的。不要刷的干净的很这小人。啊。啊，直接帮我们弄好啊！太感谢了。弄好回家方便。这个环节看起来挺残忍，但是入水的时候也挺美味的，是不是？把这虾头去掉。对。虾尾巴也去掉。嗯。看干净的。这个环节是挺残忍的。但是你们吃起来的样子都好帅哦！你看，那个拿出来，那个线拉掉之后，那个肉会不会？不会，不会，都要拉的。是一个小傻子，幸亏你还吃不下来。这个是三个片片，你拿中间这个片片，它就是那个。哦。这样嘛，你不要拿这两边那个不行就不能捞，两边那个捞了就把肉捞一。他不弄，我们回家自己还要这样弄。很麻烦的，我接的你手，嗯，对不对？肥了。你姐吃的怪我，平时带我杀。那平时自己杀？对啊。对啊，这个都要这样，虾头弄掉，虾尾巴弄掉，还有你还细心的，还有牙刷刷呢。洗就洗一下就好。过段时间就要洗，这段时间都冷了，将要出来小日子。天哪，这是我2年以来吃的第一顿小龙虾。2年没吃过了不？2年吃第一顿小龙虾，去年一直都不要。老吴啊，是的。哎，今晚我们炒两个口味，可以炒一个口味，我炒一个口味。嗯，让他们评价一下谁做的好吃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要虐我吗？不是怨虐你哈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四川炒龙虾和江苏的龙虾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。你都长胖了，脸上全长了肉。
我也长胖了吗？你没发现他皮肤好了很多，没那么黑了吗？白了。我真的想去长胖。肉眼可见的白。然后呢？再夸，接着夸。以前我在这吃一个搞，剩下的我想不出来了。终极油汤面，只有三文鱼。不是夸。他其实想说的是，我不能背着良心说话呀。啊，你跑啥？去买点调料，走。啊，有啊，啊，你这有吗？你要去买点蒜。给我来点什么桂皮啊、香叶啊，那些都有吗？我们这边。啊，都要。旁边有。烧龙虾的。你想要龙虾料的？我不想要直接龙虾料嘛，我要自己放哎。什么桂皮啊，这东西。哦，十几分钟，没有大概十几分钟啊。好的。我把钱给了，200块钱哈。哎，烤乳哥。要不要吃吗？要吃你买。别了，走吧。那你还有兔子？不是，那鸽子都散养了，还能逮得到吗？我的鸽子也有吃的，就不跑，会自己回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散养卖鸽子，绝